我们一起来给小朋友们做杯水果奶茶吧。那好吧，你都有些什么水果呀？哎呀，火龙果要吗？火龙果要了，甜甜的。哇，菠萝要吗？菠萝酸酸的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大草莓要吗？草莓甜甜的，要了。诶，这个柠檬要不要？柠檬酸酸的，不要。核桃要不要？这不是核桃，这是橘子，你说错了吧？啊，原来是橘子呀，要吗？要，甜甜的橘子。那大西瓜要不要？哇，圆滚滚的大西瓜我最喜欢了，当然要啦。你看现在有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和牛奶，你要哪一个呀？我想想，那我就来杯红茶吧。哎呀，红茶没啦。那肯定是你给他们选的口味他们不喜欢，所以就没有出不来。哎呀，那我知道他们更最喜欢喝牛奶了，那我就来杯牛奶吧。啊，你怎么点不出来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只要小伙伴们给我加油助力就好了。你看红茶来了。啊，真的呀？对呀。那好吧，他们肯定喜欢喝红茶的，来吧，我们一起喝吧。嗯，真好喝，真上头呀！哈哈。